因为我们吸取了魔核的善之魔力，所以我们的能量都增加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别打我！金塔古堡的子民们，快放开我！谢谢你们的帮助。到底谁是金塔古堡的堡主呢？要想知道谁是这金塔古堡的堡主，你们首先要回答我的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们为什么要闯进我们的地盘？第二，这个长得像驴一样的妖怪为什么要控制我们的族人？第三，你们之间到底在争夺什么东西？快点告诉我们。我们是来自歌声的。很好，收集歌声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在哪里都可以收集到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到我们金塔古堡呢？我们要走遍56个民族去收集歌，才能给魔核善之魔力。我明白了，我们是德昂族人，所以你们才要来到这里。对对，妖怪为什么要控制我们呢？控制你们是为了阻止我们收集歌声的。对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就是金塔古堡的主人。你们甘愿冒着危险进来，难道就是为了让我帮助你们收集歌声吗？对，先知爷爷叫我们一定要来找您。你们说的是孔雀王国的先知老人吗？你们怎么会认识他？我和先知老人交情很深，如果是他指引你们来的，我愿意帮你们。如果你们再说谎，我会像对待那些坏蛋一样对待你们。请相信我们没有说谎。那么请给我一个相信你们的理由好吗？先知老人有很长的胡子，这说明你们真的见过他。他喜欢孔雀国王的白果酒。既然是先知老人的指引，我愿意帮你们。刚才那首歌是你唱的吗？太好听了。这首歌叫做爱之歌。为你们的真诚之心，我把它送给你们了。
们要狠狠地惩罚这个坏家伙，我们要将他扔到河里去。不要啊！我不会游泳啊！帮助，谢谢你的帮助。我真的不会游泳。我们为你们打开金塔古堡的出口吧。嘿！嘿！嘿！哇！太好了！终于下雨天来了！祝你们大家一路平安。我们也要向你们道别了。啊，叔叔，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是的，我们担负着保护公主的职责。我们会想念你们的。乐乐熊，你们的任务也很艰巨啊。魔法王国还有正义的世界还等着你们一起去拯救呢。你们一定要带着收集完歌声的魔盒回来呀。伙伴们再见了，咱们魔法王国再见。再见。我们也该走了，帮主，谢谢你和你的子民们，你们一路走好，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，能照耀小世界，那该多好！欢迎你们再来，我又真倒霉，财宝的影子都没找到。是啊，我们够倒霉的。乐乐熊他们肯定找到不少宝贝。我们又见到那魔盒的厉害了，咱们想得到它可就难喽，总不能白跑一趟吧？还被乐乐熊他们几个牵连，真是倒霉。哪儿来的狼和狐狸？难道你们也需要歌声吗？环环，我们又坐上免费车了。故事。